是我。你这次又要做什么？我已经找到彻底替你解脱的办法，你跟我回西岐，我替你解脱。你都知道了，你从什么时候开始防备我的？萧山，你肯定不舍得杀我的，你说过让我做你的妻子的。东正无忧必须死，而且一定要死在复仇手中，这天下就属于你。如果他知道云贵妃是他的亲生母亲，他和宗正无忧是一母同胞的双生兄弟，双生子在手臂上各有龙形胎记，这个胎记是你亲手割掉的。周一至周五晚间11点，未来戏剧台《白发皇妃》。